Joaquín. Lola。使边攞钱出嚟啊！侮辱，举高双手，高啲，再高啲，嗱，唔好掹枪出嚟啊！我都冇枪。做咩咁少钱噶？今日冇咩生意啊嘛。点解冇乜生意啊？游戏价，边个爱出嚟啊？游戏价咁大影响嘅咩？系噶。你点嚟噶？踩个车咯，你呢？我都系踩个车咯。咁你点嚟噶？关你咩事？你两个睇咩？睇路啦。喂，你唔好喐咁多啦，好痛啊！哦 ，sorry。我女朋友最中意食呢个杯面嘅，我成日叫佢唔好食咁多，佢系都唔听嘅。咁我以后都冇机会再睇佢食杯面。正话喺电话度，佢话要同我分手，佢话要做一只冇脚嘅雀，话佢成世要喺天嗰度飞，追寻个梦想。他的梦想是什么？发明新的杯面。这个是什么梦想来的？这个是什么问题来的？没有，喜欢吃杯面又不一定要发明杯面的，难道喜欢吃榴莲就要发明榴莲咯？你看不起发明杯面的人？那为什么他还要跟你分手？那我又衰的，他近来连续三个星期在那里发明杯面，我就連續三個禮拜食咗一模一樣嘅杯麵，我諗住話想休息一日，我就同佢講：依家我可唔可以休息一日啊？咁佢就嬲我。哇，咁啊好似有啲過分喎。你係話我想休息過分啦，定係連續三個禮拜發明杯麵過分啊？我覺得都係你女朋友過分啲咯。咁又唔係嘅，我當初同佢表白嘅時候，我話過同佢山盟海誓。我跟他讲过，他无论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他的。但现在就你跟他表白。蛤？跟他表白。表白什么？说你喜欢他咯。为什么要表白？因为你喜欢他咯。我都没有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我明明看到你猛地夹着人家，你仲话唔系中意人哋？我边有啊？我中意你。嗯。喂。嗯。唔使答人哋啊 ，no manners。我要答啲咩啊？话你中意佢咯，当初我女朋友都系咁讲噶。啊。我。点啊？咁緊張做咩啫？人哋都未講完。啊，算啦，家陣你同佢道歉。嚇？我都冇。你有，快啲道歉。哦、oh, ，sorry。講得咁快做咩啊？嚇！你叫我講快啲噶嘛？
喂，嗯，唔使答人哋啊？佢点解要道歉啊？点解佢要道歉？等我谂下先。因为我冇勇气同你表白咯。阿胜利啊，我叫你道歉，你走去表白。一包麻婆咯。哦，麻婆拉啊？唔系，红色嘅麻婆咯。嗱，摄二条。唔系摄条班咩？阿婆。你收埋埋影仔喺电视哦，炒乜嘢咯？热招戏剧班啊，你冇去抢？哦，唔做就用光纤裤诶。嗱，人哋都教 cosplay 啊，后生时挨都教过噶，阿啲时唔咩喊做 cosplay， 我哋喊做花妆晚会。系咧，扮小熊猫啊！哇，小熊猫啊，唔肯演捉狼哦，咬卡只水管咯。你咩来啊，阿婆？又系脚炒，听要见气家喎。你咩电得顺啊，悭得出一悭噶啦。阿婆啊，压咯啊，后进啦，小心啲啦，唔好扁龙。搭去哦！哎呀，后花花咧，阿婆都爱笑啊！大家合作啲，我数一二三，我哋一齐放手 ，OK？ 电话我哋一定要接噶，我冇话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喂，啊，马上过来。错啊！头先嗰个边个嚟噶？知啊，钱又冇攞就走咗。哦，都唔知系咪黐线噶。但系你讲走嘅话，我又唔知会点喎。咁又系。喂。嗯。你。接唔接受我嘅道歉啊？咩啊？我冇勇气表白嗰个啊，都同我冇关系。咩冇关系？有啊，我中意你噶嘛。所以我知道我自己不够好，所以我冇勇气同你表白咯。然后？然后啊？然后你通我啊？哎呀，唔系啊。然后啊。咁你真系痛我啦！唔系啊，我要
觉得佢个女朋友系一个点样嘅人呢？我唔知啊，我只系知道个男人一定好爱佢咯。咁你听日要唔要一起过嚟食杯面啊？好啊，咁我打包两包嗰啲冰嚟啊，买咗个送冰。快啲啦，叫车口啦 ，please。唔要，是你自己讲你要休息的喎。哦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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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休息时间刚刚过，我现在可以吃了。不可以，而且你在牵车，你这样怎样吃啊？这样子可以啊？没有人讲了啊。没有吃啦。你先跟我讲，你就没有专家。你给我吃完一整杯，我就跟你讲。从前有个 security guard 爱上了一个女店员，所以他每天呢就假假去那边买东西，就为了看她一眼。哪边啊？那店那边。什么店？中药店。中药店啊，很病噻。快让我讲故事嘛。沙莉。然后。那中药店的店长看到这情形之后，就把他们凑在一起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就等，当当当，然后哎，没有，没有聊，你也没有聊咯，走啊，就给我吃一整杯，贝贝，这个有机便便很好吃哎，我知道，你自己不懂要欣赏，要欣赏啊。